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各位观众您好，现在我们是在成都的省体育中心体育馆向大家现场直播200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五个单项半决赛的实况。根据今天比赛的这个赛程的安排呢，是从18点钟，就是晚上的6点钟比赛开始，分成两个场地来进行比赛。在一号场地上进行的比赛是一场双打，混合双打的半决赛，是由丹麦的埃里克森、施约达格同中国选手谢中博、张亚文对阵。这场比赛呢，中国选手已经获得胜利。现在在一号场地上进行的是男子单打的一场半决赛，是由中国小将陈金同丹麦的老将乔纳森正在进行交锋。现在双方的这个第一局的比赛呢是13-14，中国选手领先1分。等一会儿在第一号场地上还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半决赛，中国小将来自浙江的王林来迎战中国香港的王晨。在那之后是男子双打的半决赛，由丹麦的埃里克森、伦加德同波兰选手洛格斯、罗伯特来交锋。一号场地的最后一场比赛是女子双打半决赛，是由中国选手魏毅力、张亚文来迎战中国台北的程文心和简玉锦。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二号场地，在这个场地上已经结束的第一场比赛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两届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中国选手张军和高凌战胜了波兰的一对选手罗伯特、马特乌西亚克和纳迪斯达。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是由荷兰著名选手张海麗同中国选手谢杏芳交锋。那么等一会儿还要进行是男子双打的半决赛，由美国的吴俊明、霍华德迎战中国的蔡赟、傅海峰。最引人注目的是男子单打的一场半决赛，是中国选手林丹来迎战丹麦著名选手皮特盖德。这个场地最后一场是女子双打的半决赛，是由一对辽宁选手于洋、杜青同中国的另外一对选手高凌和黄穗来对阵，以争夺五个单项的决赛权。决赛呢将在明天下午1点钟呢，在成都的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我们中央电视台将全部来转播五个项目的决赛。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转播的现场请到了中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也是国家体育总局评羽中心的副主任和中国羽毛球协会的副主席李永波来到我们的转播席，和我一起呢为大家来解说和评述。李指导您好。你好。哎，我们已经转播了半天了，只是现场直播呢才刚刚开始。是，我想请您呢再把这个谢杏芳和张海麗，因为这对选手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运动员。嗯，谢杏芳是新科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得主。对，而张海麗在他自己报的这个15、16岁、16、17岁的时候就已经出道，而且在国际大赛当中取得过优秀的成绩。对，那么这两名选手的打法的特点以及这个这次比赛的状况，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张海麗大家很熟悉，她曾经是印尼女队尤伯杯的冠军的团体赛冠军的队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个单打选手，技术呢也相当不错，而且呢很有自己的风格，尤其是比赛经验也相当的丰富。从谢杏芳今天场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应该讲呢基本水平发挥了一般，也就是发挥了那么6-7成。第一局之所以赢呢，只是因为后半段呢加快了速度啊，就从时间上从速度上限制了张海麗的这个假动作，不给张海麗充分的时间，应该说呢后半段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赢了第一局以后呢，第二局的交换场地以后，整个的速度放慢了，放慢了以后呢，就变成对张海麗来讲就没有任何的威胁了。因为张海麗呢身高比较短，这个比较矮以后呢，你如果不在时间上限制他，让他跑动，让他去救球的话呢，那他有时间打的球，他的球的质量就很高。嗯，他只有在你相对在时间上就能够加快啊，让他跑动起来，那他就没有太大的威胁了。那这一点，谢杏芳第二局可能。也许第一局赢了以后呢，从体力消耗啊各方面，他整个的跑动呢速度上不够快，所以第二局显得就被动了一些。我觉得从两个选手来讲都是高水平的运动员，那当然谢杏芳从整体的这个杀伤力啊从各方面呢更强，但是呢21分这个比分呢，应该想对谢杏芳来说呢
相对来讲要吃力一点，因为他的比赛经验没有张海丽那么丰富。张海丽这个久经这个沙场，任何的比赛任何的形式都曾经参加过各种各类的这种比赛，所以他的经验很丰富。但是现在场上看，如果谢杏芳如果状态正常的话，应该说还是有一点优势的。主要还要看发挥。第二题现在来看应该比较难，比较落后了。对，现在是18-10。21分这个比赛呢，如果你只要是落像这种时候落后了7-8分的话，那他就要再想追上很难。对，好，我们的转播呢也是直播刚刚开始，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发送短信啊，JQ 移动用户发送到8006，联通小灵通用户是发送到9999266，与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的交流。每次直播要产生一名幸运观众，获得1000元现金的大奖。每场比赛我们还将抽出2名幸运观众来获得球星签名的羽毛球的装备，希望您关注这场比赛。现在这一局比赛已经到了局点，来自荷兰的张海丽20-10是大比分领先。这一段呢，应该讲张海丽打得不错，一个呢很耐心。很耐心呢，他没有太多的失误，再加上呢谢杏芳的速度呢没有限制他，没有压制他，所以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唐学华唐指导呢也在给谢杏芳在面授机宜，那么这边呢张海丽的教练也在叮嘱几句。林少，您觉得如果谢杏芳要想在第3局再重新赢得比赛的主动权，除了这个加快速度加快节奏，还应该在哪几个方面多加强一点？也主要两个方面，第一呢要有速度，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前提。第二个，在有速度的情况下呢，争取这个减少失误，只要这两点能够处理好的话呢，应该说还是有优势。这个其他的像比赛场上，如果你要求他布置这个时候布置的太多的呢，运动员也会乱。所以呢，一个就强调他要加强速度，速度可以限制张海丽的动作，这是一个主要的。第二个就是少失误呢，可以直接得分，得分的机会就更多。所以说这两点只要能够稍有变化，应该说还是会有优势的。今天这个网上有几名观众非常关心张海丽的情况，比如说问他，多大年龄了啊？这个他的状况怎么样？他实现的世界排名等等。从我们掌握的这个资料来看呢，张海丽是79年出生，身高只有1.61米。他在94年不满15岁的时候，在国际赛场上就初显身手。作为第三单打的张海丽，在尤伯杯当时的决赛当中，94年呀，3-2是胜了中国，夺走了尤伯杯。
两年以后，他达到职业生涯的这个高峰期，获得了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被人们是认为是羽毛球皇后，啊，印尼名将王连香的接班人。那么后来他远嫁荷兰，并且代表荷兰参加国际比赛，成绩呢不是特别突出。但是这两年呢，成绩又有所回升，在单打和双打上呢都有不错的这个表现。目前女单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永墨教练也给我们介绍了，她是中国队也是女子单打这个比赛当中主要的对手之一啊。对，这一点来讲呢，这么多年来她始终还是我们的一个重点研究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对手，因为她确实她有些时候呢状态差的时候呢，她发挥不像中国选手那么稳定，有时候发挥好了呢会确实很有杀伤力。但是呢他也会经常是当状态差的时候他也会莫名其妙的输球，但是是一个很有杀伤力的选手。你看这一段第三局的现在的前五分，谢杏芳有两点，第一点无畏失误少于这个张海麗，这是一个主要的，第二个就是呢速度要比第二局相对加快了一点，出手更干脆了一点，所以他的比分呢就能够体现出他的这个战术的改变的这个价值。对，这是两名选手的决胜局的比赛。那么在另外一个场地上，中国小将陈金在和丹麦选手是乔纳森，也是第二局，第一局中国选手获胜，第二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5-0。我们刚才介绍过了，很多人关心明天的决赛，明天我们将在下午的1点钟还是在成都的省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转播200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全部5个单项的决赛，也欢迎朋友们到时候收看。从场上呢，这个谢杏芳处理球上呢，可以看出呢，就是他，还是对自己的球呢要求都过高，场上打球的时候呢，顾虑太多，顾虑多了一些，因为呢，感觉到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出球啊，不像原先打11分的时候那么干脆，就这样的话呢，他的球的质量呢就下降了，因为他犹豫出球的时候犹豫呢，就会跟以往来讲的不太一样。对，这个21分，是去年在这个湖南的益阳对比赛当中我们采用过一次。对，那么这个在世界级的比赛当中呢，这好像是第二次。对，对。那么这21分制啊，很多人关心，包括这次来了以后。这个一些爱好者啊，一些四川的朋友都问，说这个21分制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运动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他对羽毛球今后的发展，比如格局的变化、强弱队之间的这个变化，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21分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确实在探索，而且摸索它的规律。因为中间呢，全运会期间，当我们知道要打21分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开始有针对性的提前找水，教练组呢就开始有研究过。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说是这个。还比较这个掌握了一点点，了解一点。可是中间呢，我们打完了世界杯以后，又得知国际联通知呢，说是全英锦标赛和德国公开赛呢还要进行15分制。男的15，女的11。我们的运动员又转回来，训练方法各方面又按照15分制走。这个过程的转换呢，让我们队员显得有点乱，说在整个的准备过程当中有点乱，多多少少的影响了我们这个整个对这个21分的这个研究。现在呢，重新开始以后呢，应该说。我们都在积极的，教练员、运动员都在积极的摸索这个规律。但是现在来说，应该说还是在一个初级阶段，因为21分，它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它给队员带来的最大的就是心理压力，就是大家呢都局限在一种模式下、一种方法下来处理球，顾虑比较多，打起球来呢比以往呢小心，尤其是女选手很小心，就没有原来打球的那么好看、那么丰富多彩。所以说从现在来看呢，运动员基本上呢，很难把自己所有训练啊，这种掌握的技术啊，尽情的展现出来。那这么一种状态下，就现在来看呢，对我们中国队来说呢，冲击是最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对经过的这么多年、这么几代人，对这个羽毛球的理解、对羽毛球的研究，我们已经开始有一点优势了。无论是从训练上。还是从这个比赛和训练的结合上，我们都有一些这个优势。可是21分又把我们拉回到0的起点了，
跟其他的选手一样。那这样的话呢，现在来看，对我们中国队的考验很大。但是呢，我想我们只要去积极的面对它，认真的去研究，多下功夫。我想我们通过一个周期以后，我们还是能够尽快的掌握这个规律。当一旦掌握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队员和我们的教练员们还是会继续的保持我们羽毛球国家中国羽毛球的基本优势。现在到了决胜局，11-4，谢杏芳是领先交换场地。不少朋友问说，李指导，您觉得张海丽她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是什么？那么，谢杏芳，要想获得这场比赛胜利，她还应该怎么打？体力优势是不是中国队取胜的保证？等等。这个要想赢张海丽呢，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像谢杏芳、张宁这样的队员，这个通过速度，通过进攻，能够打破张海丽的防守，给他施加压力。另一种就是说要靠跑动，靠多拍能力，有这个很好的多拍，然后呢，这个耐得住球，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战胜张海丽，因为张海丽相对来讲体力啊各方面要差一些。嗯。这两种呢，对张海丽量都是有威胁的。这个球也是犹豫，对，也是在判断是界内还是界外的一瞬间。就是张海丽这个队员呢，你只要是能够会充分的利用场地，把这个场把它调开，对，因为他毕竟呢，身高1.61米，对，相对来讲呢，从场地来讲呢，他吃力一点，能把它调动开，他呢球呢应该说，你看这样的球他就对不到。对，鞭长莫及啊。对，就是你处理球呢一定要耐心合理，就像谢杏芳，就是我该打你高一点，我的弧度一定要打得正好，就是我该高就高，该平就平，但是一定要把充分的利用这个场地，把它拉开，把它调动开，那你就会取得很大的优势。如果这一点上你不能够做到，那张海丽在一些小的部分上、小局限上，他是很有特点的队员。对，谢杏芳呢，身高是1.80米左右了，对，高出对方大约20公分，所以在身高臂长啊，在扣杀上、在进攻上、在这个控制这个球场的跑动上、移动上，肯定会占有优势吧？对，谢杏芳要赢他只有两点，一个耐心，一个速度，这两点是最主要的。只要有了这两点，那就赢他的可能性呢就很大，就完全占有优势。只要在这两方面出现问题，或者是说控制的不好，那打起来呢相对就会吃力。像第二局开局阶段就对，就是一直处于落后。从第三局来看，应该讲唐学华呢也是这么一种指导思想，就是要加快速度，尽可能的不要给这个张海丽太多的时间，这一点应该讲是还是很成功的。就是像你像谢金芳刚才这个高球，尽管打的是高球，但是他这个球在空中的飞行有速度，所以张海丽呢他就不会有太多的时间来准备来做动作调整。对，这个很关键。好球，左顶一个斜线的杀球，接着利用对方回球到往前的一个扑杀。你这个球赢的还是时间啊，赢的还是时间，从这个头顶杀对角，点杀对角这一拍到上网，对，还是赢在时间上。这几个动作战术配合是组合是一气呵成。是。啊，想掉一拍一个简历。因为张海丽的球呢，他的这个进攻性很强，他很少打高高的球给你，他都是打很平的球，这种不规律的球很多，所以有时候你跟他打的要特别的集中，要特别的集中。您也介绍了张海丽，他这个动作的隐蔽性啊，有时候一些出人意料、意想不到的球，他能够打得非常漂亮。因为谢杏芳刚才从第一个接发短球放网就很快、很直接，到这个突击这一拍都是连贯的，很快，在时间上占有了优势。所以这种球呢就很容易得分。这点给人感觉张海丽在体能上呢有所下降。对。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回合完了以后呢，多走动一下啊，有时候利用这个时间和这个裁判再问一下啊，尽量把这个节奏拖慢，时间延长一些。他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队员，包括有时候系鞋带啊，是吧？对，这个场地上有汗水要去擦一下，这都是一些他有很多很多办法。对，这个在场上他是这个经验非常丰富，而且会这个充分的利用各方面的一些因素。
好，请。谢谢。在头顶的一个斜线，杀斜线。啊，从这局比赛来看，比分他以大比分落后了。从电视方面来看，这个球也是一个很好的球，是打在线上的球。谢杏芳看来在第三局啊，看来重新调整一下心态，打得更加耐心。在速度上也是贯彻了教练员的意图呢，打得更加快速一些。其实他还是谢杏芳的第三局呢，还是在发挥自己的优势，就是我就是用时间、用速度、用进攻来打垮你，我不跟你去从给你更多的时间让你做动作，我用我的自己的特长来限制你。这一点的战术应该贯彻的是对的。现在比分是18-10。像这种高水平的比赛啊，特别是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要想在21分制的情况下扳回8分，并且反败为胜，确实是难上加难。对，应该是比较难的。对啊，因为他的每一个失误呢，就直接丢分，再加上呢落后这么多以后呢，运动员的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像第二局，谢杏芳也是10-18落后，尽管追了2-3分，但是这个那个时候呢，基本是可以看出，说这个21分制啊，它不好看就在这个当比分随着比分的不断变化以后呢，观众和其他教练心里面基本能知道比赛的胜负了。对，像原先原先那种比赛的时候呢，教练始终要关注的，球迷始终可以看到很大的悬念，有转变的机会，说这种呢就很难很难。其实当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也在谈，就是既要考虑到电视观众他的视觉不疲劳，对，那这个比赛能够看得很舒服、很精彩、有艺术性，又能够照顾到就是说这个电视转播啊节奏快一点。有人就建议，能不能第一局、第二局，还采用原来的比如11分制，对，得发球权才能得分，对，到了决胜局再打这21分制，对，这样也可以加快速度嘛，对。他其实来讲呢，中国队一直提出的是这种方式，就是说改革的情况下，既要这个转播呢能够相对的能够固定时间啊，这个对转播媒体啊都有好处。那第二点呢，观众看起来呢也不乏味啊，很好看。对，这样21-11，中国选手谢杏芳以2-1胜了荷兰选手张海丽，率先闯进了200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女子单打的决赛。他的对手呢将是中国小将王林和来自中国香港的王晨之间的胜者。对，明天呢要进行决赛。从第三局来讲，应该讲谢杏芳呢就是赢在战术上，就是自始至终呢贯彻了速度，要强速度。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你因为你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来收看接下来的比赛。动静之间彰显羽球魅力。